小姐，可以了吗？可以了。还有别的选择吗？抱歉，先生，您喜欢的刚刚都已经试过了。如果您感兴趣，我们还可以请专业的设计师，为你们量身定做。我们定做。好的。小青，哎，欢迎光临，请问要点些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不好意思，等一下呢。我们上去以后，老大肯定会给我们开会，说下个月选题的事情。那我估计老大选你去的可能性很大。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不能去。小姐，您的钱，请在这边稍等一下，我会给你个合理的解释。嗯哼，等一下，如果上去。老大让我去的话，你能不能帮我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去。求求你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没有人能帮我了。Every one of you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on the article for you and I for our files next month anniversary issue. As of this point, I have not gotten anything acceptable from any one of you. I don't want anything from the internet. What I want is real story, the true experience.What I really need is for one of you to go down there to write the article. David? 我倒没有问题，只是上次您不说那个环游海岸线的转告要修改吗？我已经找作家开会讨论了。要不您看詹妮弗，詹妮弗她有时间呀。因为雅青之前要结婚，她的一个专题给我做了。Okay, getting married has priority.Vivian, I guess you're the only one left. I'll go. Are you sure? You're getting married. Don't you have to prepare for your wedding? Do you really have time? 没问题。其实呢，雅青是想在自己结婚之前给自己来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单身旅行。I see. Have fun.Okay, let's talk about what we discussed last week. Anyone has any update on the travelogue we talked about? Okay. What time of the thing? Today morning, I checked. How's it going?要吗？我当然不会要了。戴瑞克知道吗？你起码应该告诉他，说不定他想要，想结婚。结婚是男人最没有选择的选择。你让我靠男人，不如让我靠墙。如果这个时候我跟他说我有孩子了，他肯定跑得比鬼还快。所以大小姐，你要知足。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十全十美的标配已经被你收编了，你要珍惜。同学，看事情呢，不要只看一面。我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求婚都没有见到，结个婚就跟赶鸭子上架似的。整天闲这闲那的，你还当自己16岁啊？越拖越没人要。没人要就没人要呗。不许胡思乱想。嗯，来说一些开心的事情。你不是去试婚纱了吗？试了那件你最喜欢的吗？嗯，他不满意。那然后呢？他想请设计师设计。专门请设计师设计啊？哇，
那比买一件要贵多了。你哪边的？你呀，就只敢凶我，在他面前还不是乖得跟 Hello Kitty 一样。Hello Kitty。Hello Kitty。哎 ，Hello Kitty。别闹，别闹。别闹。都要结婚的人啦，还整天闷闷不乐的，放松心情，就把这次工作当做你婚前最后一次单身旅行，好好做一次自己。亲爱的，到了吗？云南的风景是不是很美？我给你订了很有当地特色的民宿，辛苦你喽。亲爱的，你放心，我在北京会好好帮你开导一下你的准新郎的，保证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大男人。哦，对了，我还帮你租了一辆车。车？大姐，你又忘记我不会开车啊？喂？你好，我在网上订的间房，请问登记的名字是季亚青。季小姐，只有您一封邮件。邮件？这是上午到的，上面写的就是您的名字。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谢谢。亚青，台北已入秋，这几日望着窗外，或许是幻觉，总觉得还透着些熟悉的绿。每每闭上眼，普洱的甘醇味扑鼻而来，眼看这几十年的岁月还未留意便就到头了。我知道我的一生即将结束，有过多次梦见你，每每醒来心中难过不已。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提笔书写下这点滴的思绪，这是最后的一封信了，连带着这些年所有的思念一并寄回到这所老宅，算作完结，只盼有一日他们能与你重逢。请问季亚青在吗？我就是啊。你就季亚青？是啊。不好意思啊，我是要找一位大概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季亚青。你是说这个吗？你把它拆开啊。上面写的我的名字啊。抱歉，这是我的东西。哎，喂，大叔。嗯，我今天常到爷爷的老家了。怎么样？那边一切都还好吗？不太好，都已经改建成民宿了。而季亚青老太太也并不住在那儿。我想也是吧。我虽然没有找到她，但是我找到爷爷写给她的信。原来他把信都寄回去了。你要不要把信打开看看呢？还是不要了。等我见到他，我再亲自拿给他。毕竟这是爷爷的心愿。薇薇，我收到一封寄给季亚青的信。你收到寄给你的信？不是我，是还有一个季亚青。还有一个季亚青？你不会刚刚到那边就有艳遇了吧？不是啦，你听我讲完。那是一个即将过世的老人写给云南恋人的信，应该就是另一个季亚青。我看了其中的一封，很感人。哎，我觉得你再好好挖掘一下，可能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题。贝贝，你知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古树？你从这边往下走，就有个三岔路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三岔路口向右拐到。三岔路口是三岔路口向右转，然后一直走到头有一个广场。哎，朝左拐就到你找的那棵树了。左转，不好意思。然后再往前走就能看到你要找的那棵树了。谢谢。不客气。有哪东西了？我的背包里面有证件、钱包，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请问先生，你叫哪名字？徐念祖。你是从哪里来的？台北。小姐丢东西了？我陪她来的。麻烦那个证件让我看一下。哦，你不是台湾的？季亚青。好，可以了。哎，你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是台湾的吗？我这边没有电话，我留台湾的。刘小姐呢？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哦，可以了，一有消息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中人，可以呢。名字我有，嗯，叫季亚青。季亚青，小伙子啊，你怕别人不就找的季亚青吗？不是他，同名同姓而已。哦，你到底是找哪个季亚青呢？本地人。 好，你们稍等一下，我可把你们查一下。麻烦你了。徐先生，你看，这个资料库里面呢，就查着有三个叫季亚青的。嗯，你看一下，嗯，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往下走，到路口那点儿嘛，向右拐，到那点儿见了一棵树，你再往左，就到你找的那棵树了。 这个信还给你，昨天落下的。对不起啊。 我以为是寄给我的，没关系。
你打算替你爷爷去找他吗？另一个季阿青。那跟你没关系吧？我也要去澜沧，正好顺路，可以一起。你会开车吗？我不会。你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因为我想那封信对你应该很重要。昨天在市集听说你要来这里，所以就碰碰运气。你为什么帮我？我在写一个关于云南旅游的专题，需要把沿路的风土人情都记录下来。而且你证件都丢了，总需要人帮忙，刚好我也顺路。之前经历的什么，在路上先把他们都忘记，享受以前的美景，这才是旅行。我不是来旅行的。可我是啊。知道吗？这个呢是当地的特色，很好吃的。下车就请他们移一下。为什么是我去啊？我要开车，而且我又听不懂牛话。那我听得懂啊。大哥，可以把牛赶到旁边去吗？干么子啊，这就。拜托你帮帮忙好不好？谢谢。有买就你直接来干哟。可以把牛稍微赶到那边去吗？轮胎卡住了，你会踩油门吗？哪个是？
准备好了吗？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不老民宿是不是在这里？老板们，都有。老板们，莲蓬头有水，可以让我们洗头、洗澡、睡觉的地方。嗯，那和。那也得让我过了。那边。嗯。你穿这样干嘛？入乡随俗啊。你也试试。才不要。山水的家遥望在我心中，那里有最美的家。须菜，我爷爷以前常常做给我吃。尝尝看。怎么样？比我爷爷做的好吃。今天下去，明天还会更下滑。掌声，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歌声。接下来呢，我们会唱一首歌，在我们唱歌的时候，这碗酒会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当我们唱完歌之后呢，这碗酒落在谁的手上，这个人必须把酒干了。那我们就唱一首布朗族的敬酒歌，游戏开始。今天日子好，我们相聚在一起，让这位先生为这位小姐喝了这碗酒，那我们就有请这位小姐上来给我们唱一首歌，有请。有请。你不如不帮我喝呢。我哪知道。我往这边走。有请。像那把酒一天黑。
喂。在干嘛？还要多久回来？大概4-5天吧。婚纱设计师那边给我发来了一批图片。我放在你邮箱里了，空的时候你看一看。嗯。教堂那边就不去了。就在酒店里都办了吧。嗯，好啊。那你安心工作，这边的事情就都交给我了。那就辛苦你了，晚安。你是画家吗？嗯。能给我看一下吗？我们出发吧。你做的？嗯。地址给我看一下。只能查到村寨，不过方向应该没有问题。嗯。你爷爷以前跟你提过他吗？有，但是不多。我只知道爷爷全家离开的时候，他们刚认识1年多。全都到了台湾？嗯。那你爷爷后来有回来找过他吗？开放探亲之后，爷爷有托人来找，再后来就没听他提起过了。这一走就是60多年。60多年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辈子了。说不定他已经结婚，已经儿孙满堂了。就算他已经结婚，我也想让他知道爷爷一直没有忘记过他。不知道是他们那个年代太单纯，还是我们太复杂。那时候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而现在即使在一起了，还是会怀疑是不是真爱。自己一个人去吧。请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址在哪吗？哦，在村那边的过去没干嘛多的呀，白卡。不好意思，能再说一遍吗？在哪里？马丢货当马登的过去干嘛多么啊，白卡呢，丢么？不好意思，请问有人在吗？不好意思，请问有人在家吗？
请问你在哪个？娘，请问一下，季亚青，季亚青在家吗？嗯，季亚青好像不认识，不过听这个说的名字，好像是个行出嘛。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七八十岁，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 地址的人都已经搬走了，那你还要再问问看吗？我已经绕了一大圈了，如果这样还是找不到我的话，可能只能找其他办法了。爷爷原本是要带他一起走，他们约好。 要在那棵树下，不见不散。那后来为什么被家人发现了？因此被拆散。到最后，爷爷也只能跟他全家一起到台湾。我想再到上面去拍一张。 怎么样？没事。有没有事？相机。忍一下。腿有没有受伤？我们走。来，起来。 等一下，我的项链掉了。什么项链？我每天都戴的那条啊，那个不能掉。你先不要紧，我去帮你找。你在车上待着。
别吵了。是这条吗？你伤口需要消毒一下，我拿了医药包。谢谢。来，我帮你。谢谢。说过来，那是你男朋友吗？是我的未婚夫。谢谢。不客气。门我帮你关上，先走了。谢谢。陈志远，听雅青说你们不去教堂结婚了。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点单纯，还有一点爱幻想。那天你们去试婚纱，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件，他已经想他想了好几个月了。你的一句不喜欢，他就把它脱掉了，为了让你高兴，什么事都迁就你。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欠他的。我突然想起来，或许你爷爷的信里写了些什么，也许我们能找到些线索。雅青，旧日情景历历在目，那最后的匆忙成为我们此生唯独的告别。我想请求你的原谅，原谅我这个失败的爱人，原谅我甚至迟疑着从未曾将这些写好的信寄出给你。或许你已嫁作人妇，生儿育女，近日身体抱恙，恐怕去日无多了。只是这世上有两个人是我永久的挂记，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念祖。命运多舛，此生孤独，唯独念祖虽非我骨肉亲生，但那双眼睛像极了你，它就如同你我生命的延续，是我在这世间的珍宝。
没想到你去过的地方比我这个杂志社的还多。对我而言，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只有留在画室那一瞬间才是永恒。这是你爷爷。我是个孤儿，爷爷收养了我。好，来发礼物喽，小朋友圣诞快乐。老师，许先生，念祖呢？念祖他喜欢一个人，所以他在楼上画画。念祖。这位是显达爷爷，他今天要带你回家哦。圣诞快乐。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在一旁安静地陪着我，不管我开心还是难过，那是生命里我第一次认为我不是一个人。为画画，我一直忽略掉原来他才是最需要我陪伴的人。病危的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失去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所以现在我只能凭着我的记忆把他留在我的画纸里。你等我一下。来，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啊？那天在公安局，我有看到你的身份证。那我的生日礼物呢？你想什么？画幅画送我吧。你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有些大男子主义，喜欢做主，可那也不错，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我操心，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我并不是我。我在想，我是因为真的爱他，还是因为在我想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这个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测试？只要5秒钟就可以知道男女之间彼此有没有爱。这么神奇？我可以先跟你练习一下。有用吗？我也不知道，测试吗？5秒钟可以吗？好。看着我的眼睛。把我当作是你的未婚夫，这样子看着我，可以吗？嗯。准备哦。嗯。5秒钟。一。2、3、4、5，这种感觉的话，就只是友情，不是爱情。嗯哼哼，再来。嗯。
一、二、三、四、五，这样的话，就只是喜欢。这跟之前的那个有分别吗？有分别啊！我刚在倒数三秒的时候，眼神有犹疑。嗯，可以吗？嗯，好。那我们再来。好。一、二、三、四、我昨天晚上把信又看了一遍，发现信里面提过一个地方叫老达堡。老达堡离这儿不远，要不现在出发。怎么都没有人啊？好像是结婚了，不然我们跟着去看看，看看能打听到什么。两年能嘛发达别的嘞，哦这表你牛你大家为的牛你用开的嘞，让你空洞为起为你好苦了，你妈的鞋底铺嘞哈里哈卡的嘞，妈怕忙给大家变可不可以麻烦请你帮我问问他认不认识一位叫季亚青的。季亚青后把车拿洗了啊，行吗？不知道，大约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请问她有没有这个印象？是一起回来背后对干活活吗？阿诺阿诺，阿就可诺吗？没印象。我们走吧。大哥大哥嘿，亚爸阿亚爸，我密码何为？打卡了阿姆卡，莫拉布啊。今晚上他儿子结婚，他想请你们留下来一起庆祝。沾沾喜气，也许会给你们带来好运哦。Thank you.
亲爱的。怎么了，亲爱的？怎么了，亲爱的？说话呀。文文，你告诉我，不顾一切爱上的是爱，还是思考过的选择是爱？你怎么了，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如果我现在说我不想结婚了，你说会伤害到志远吗？你赶快告诉我，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可如果有一个人，我在他面前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顾虑，我就是我呢？我现在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你听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对很多人都有感觉，但那并不代表那就是对的人。他们也可能并不适合跟你过一辈子。激情有的时候会让你忽略掉很多重要的东西，等你回到现实中来，你会发现那并不代表什么。而且你不要忘了，你已经做过选择了。怎么了？哭得那么伤心？我没有想到，他真的和他结婚了。你说，人咋会这种奇怪？会爱上另一个人？可如果勉强在一起，会幸福吗？你刚刚唱的那首歌是什么意思啊？这首歌讲的是思念，思念一个在远方的人。是他教你的吗？是一个老婆婆教我的，她就住在河边的谷草场上。小时候我常听起婆婆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当我长大了，就再也没有听他讲过话，也没有听他唱过歌。喂，你可是季亚青季小姐？我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呢是普洱市公安局，现在我们呢已经把你逮着了。你通知你的朋友训练组两步的地方去嘛。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的包找到了。嗯，回去的时候我再去拿就可以了。你怎么了？你要走啊？我在想，我是不是来晚了？所有的线索都一一找过了，
可是就是没有答案。他会不会已经不在了？或许他们俩早就已经见面。你在说什么呀？你人都已经来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也许是你爷爷最后的安排？他希望在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人可以见到彼此。他担心他不在了。你的声音真好听。是一个老婆婆叫我呢，她就住在河边的谷草场上。我昨天碰到一个女孩，她说在这后山的古茶园里有一个老奶奶，我想以她的年龄可能知道些什么。我们再试一次吧。婆婆，可能这样问有点冒昧。我们听说您在这边住很久了，所以想问您，对季亚青这个人有没有印象？徐显达呢？这是徐贤达这么多年以来写给季亚青的信。我是徐贤达领养的孙子，爷爷他去世了。我来是想告诉他，爷爷没有忘记他，他从来没有忘记。
分开了那么久，他们为什么都没有放弃？雅青，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北京啊，惊喜吗？嗯。这位是。我叫许念祖，程志远，你们忙，先走了。工作都结束了吗？嗯。累坏了吧？走，稍等我一下。海清。怎么弄得这么隆重？三年了，我知道，我总是因为工作怠慢了你，忽略了你的感受，请你相信，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请你嫁给我。是，这个收购项目我认可，我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窗口。谢谢，不客气。对呀，稍等啊。我去洗手间。你说。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住在这里那位先生呢？他早上已经退房了，不过他留了一件东西在这，您看看是不是留给您的？谢谢啊。客气。他们没有放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从医院出来，一切都还好吗？我看到他了，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了，我要把他生下来。我要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要好好爱他。小姐，可以了吗？果然还是这一套比较好。志远，看着我的眼睛，喜欢吗？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是 Derek， 这是陈志远，雅琴的未婚夫。Enchanté， 认识你很高兴。你好。我要宣布一件事情。我要结婚了。为了你们的幸福。一个男人能给女人最大的承诺是什么？就是一辈子在一起。
我这次回来不是待两天，是不走了，我换了航线，离家最近的航线。志远，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付出。怎么都给喝了？这第二杯。我要跟你说抱歉，我不能和你结婚了。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们结婚的话会是一件让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自己。可是志远，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感情里，你给我的从来都只是你想给的，你没有在意过是不是我想要的。对不起，薇薇，让我一个人静一下好吗？拜托。
努拉，他尼的，那拉那我伊阿旺阿隆，今日诺诺伊，阿贝阿拉，那拉努诺伊。可以走了，师傅。我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天的花惦记着夏夜晚风，秋天的果收成了春日留后，不见我的你的我，放任。
想起什么，是那场雨伞下的温柔，还是晴天里想。